在高铁遇上心动女生，在我智取帮她给猥琐男赶下车后，没想到那个是他哥。你给我告诉他行吗？别让我碰上。还有，他刚才给我喝什么屁玩意儿？真他妈骚！他是你哥，你咋不早告诉我呢？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啥呀，我寻思你有病呢。啊，最近确实是有点社恐。你还社恐呀？啊，那其实平常也不这样，就是遇到喜欢的女生就有点腼腆了。意思就是说你喜欢我呗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现在有点社恐了。你还挺会泡。我这哪是泡啊，真情流露了。那你哥咋整啊？没事儿，他说坐高铁送我回学校，结果一上车就睡觉，太急，给他骗进去就对了。一会儿下车我再等等他呗。啊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呗，反正咱俩也一块儿下车。没事儿，不用，一会儿你俩见着肯定掐架。我还怕他这个。哎，他来了！你们那个啥，我先走一步啊。疼坏了你！不是，都误会，真误会哥，误会哥。那个，你不到唐山吗？我到什么唐山？我到唐山，提前1小时给我下了，是吧？我要么包车回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，那我不看你欺负你妹妹吗？然后我寻思我帮帮她，是不是？我欺负她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给我整成英雄救美了？不是，都误会了，都误会哥。误会不了，等会儿还有给火车上给我喝的什么逼玩意儿啊？又他妈骚啊！今天这事儿咱俩没完，听到没？必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妈呀，大舅哥！都是误会哥。哎呦，叫错了，叫错，叫错了哥。我刚走一个点儿，你俩整上了。没有，你误会，别听他瞎误说。会都啊。